第一课，文法练习。在餐厅里，一，How many？几位？二，Please follow me，请跟我来，请跟我来。Three，Please have a seat，请坐，请坐。Four，What do you like to eat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Five, what do you want to order? 你要点什么？你要点什么？Six, how is the food? 菜怎么样？菜怎么样？Seven, I want to order dumplings. 我要点饺子。我要点饺子。Eight, very tasty, 很好吃，很好吃。Nine, check please, 买单，买单。Ten, how much is it? 多少钱，多少钱？Major word, 份，一份。For a order of dish, 一份春卷。One. A bowl，一碗汤，一碗汤。盘，for a plate，一盘饺子，一盘饺子。杯，a cup，一杯可乐，一杯可乐。双，for a pair，一双筷子，一双筷子。还是。Or，你要吃炒饭还是炒面？还有，in addition，我有一只狗，还有一只猫。还要，我要一杯咖啡，还要一杯茶。吃，吃饭，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菜？喝。喝茶，喝咖啡，你想喝什么？点点菜，点什么菜？你想点什么菜？要，我要，我要一杯水，我还要一杯茶。有，我有，我有一只狗，我还有一只猫。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请你等我一下，请你在这里。等我一下。